通神，你很有可能是一个没有天分的人。偷钱流卡玛，我要死啊！统神被奈德奶大力打爆。哎呀，统神要打爆统神，还要什么奶大力吗？我玩个什么安妮、艾克、阿姆姆，每个都把统神打爆啊！打爆统神需要什么角色吗？什么角色都可以把统神打爆，好吗？不是奶大力的关系，是统神的关系。哎，我必须要寻找第二个击败的角色。我这账号的角色真的不太多。卡玛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卡玛，卡玛是可以玩。卡玛就是不会 carry 哦，我可以玩啊，不是 carry 的哦，我是辅助哦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偷钱流卡玛，啊，这有什么好玩的、啊？你们为什么会叫我玩这个？是因为这个角色很鸡掰吗？不然为什么会叫我玩偷钱流卡玛？我不点吸血，感觉换不赢蓝宝。大家刚玩英雄联盟一定会小看这个天赋，这个征服的那个吸血，打人家的吸血跟那个技能吸血是对线非常非常强的东西。如果你不点这个东西，你换血是很难换赢别人的。就法师来说。你看，几乎是每个法师都是必点的，大一点，每个都点。我班上男学生作文，很多人想写当电竞选手。你是老师吗？不要当电竞选手啊，你就跟他们说当电竞选手太难了。你跟他说当电竞选手比当医生还难很多啊。我建议他不要把这当成一个志向，你就跟他说，真正有天分的人，他是可以一边读好书。没有，我是认真的啊。真正有天分的那些选手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花什么时间在玩游戏，他们就很强了。你如果一边能读好书，用你剩下的那一点时间，你也能玩到很厉害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可以，他才可以考虑。他不能整天把这个当志向，然后不读书，不务正业。然后花一堆时间，那没有用。那终究他很有可能，你很有可能是一个没有天分的人嘛。必须得说，这个打电竞有没有天分真的差很多啊。他努力也差很多，努力的方法。但如果你刚好比较没天分的话，有时候残酷一点，可能再努力也没用。那不是很残酷的事，是你的天分刚好在其他的地方，没有在电竞上面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每个人都有别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你刚好不是在这边嘛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残酷的。可是我速甲六分，哎，蓝宝，偷钱，偷药水，队友聘我说人要来了，看来是真的要来了，我走了。粉丝，睡啦，粉丝。安安粉丝，没想到我粉丝到处都有啊！没啥戏啊，蓝宝在龟缩啊，蓝宝在当龟龟啊，快速推线！我不能坦啊！我们已经是极限坦塔最后一下啦，真的是坦到都不能再坦了。我快振奋了、欸，要不要我振奋再回啊？啊，我如果出振奋，蓝宝怎么玩？我直接出振奋好了。交个粉好了。哎，感觉迟早也是要交。我现在没闪，如果嘉文是个聪明人，他就会再来找我一次。智慧默认，啊，我怎么打饭？我出智慧默认就是放弃跟饭战斗了。还想杀我啊！我的天！哎呀，我的观众真的是越来越喜欢我玩击败角，都喜欢我击败别人。难怪你们会要玩卡玛，你们一定是觉得卡玛很击败才要玩的、啊。
中奖哦，蓝宝。哈哈哈哈 ！TP 来送，逗逼蓝宝，什么？我真的是击败的代表，但我们这个仅限于游戏内，好吗？话说那个游戏越击败的人，现实就会越 nice 嘛？就我现实其实是很 nice 的，就是我们那个表里是完全反过来的。蓝宝拒绝，蓝宝没游戏玩，别再秀下线了，蓝宝。他疯狂了，他发疯了。他发疯了，他再也无法保持理性了。我把他打到疯掉了，他直接开大吃兵了。他炸裂了怎么办？我会不会害他上游戏啊？他理智显然已经断线了，还是他已经爆了，所以假装就在乱玩。我是乱玩才被你打爆的哦，我不是本来就这么废，我是乱玩才被他打爆的。很多人被打爆就会故意假装在乱玩，但是其实明明就是自己废。哇！嘉文哥哥又来了，不要啊！呜，又起起来喽！你有乱玩、欸？我要死啊 ！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我要死啊！怎么有丑女？他没有乱玩欸，他还没放弃欸，只有我以为他放弃了，他其实一直都很认真，他刚刚是经过了很多判断，觉得那个时候开大吃兵比较好。夺命连环送，对面 come back 了。没事啦，刚刚还没出装啦。这嘉文刚刚不是被我当小孩子在耍吗？哦，他怎么313？他怎么313？天哪，原来他这么强的吗？离开了我的视线以后，他是这么强的吗？313欸，我的天，这角色推荐太慢了，所以我估计就要一直去打团了。我们的卡玛上路虽然前面可以击败人啊，但是他推荐实在太慢了，所以打到中期呢，我只能一直跟着我的队友走，很不符合我。我每次都想要 BD 嘛，想要干嘛的？卡玛就是像我刚刚那样要北蓝别人，要不让别人打不死。然后实质上呢，我是要冲到前面上去砍的。我们这卡玛就是一直逼这个塔。我们有团队盾盾啊，我们一直盾啊。我们遇到人呢，就是直接开个团队盾盾啊，可以打这中路啊。听我就对啦，我们就是黏在一起啊，卡玛，我就是黏在一起，然后一直帮队友上这个团队盾盾。狗狗，谢谢。所以我最近都喜欢选那种可以逼对面一直来上路又杀不死你的，你这样就很容易。其实我以前玩奈德利也是这样子，以前奈德利一直跳呢，就是可以逼对面一直来，但又杀不太死。以前也就是因为我这样，我才爱玩奈德利的。我操！我操！这个饭是什么？我一件又一件，后面两个不知道。对，鲁鲁秀，好废啊！回头打他，哎呀，可惜。再单挑，是男人就跟他单挑，鲁鲁单挑局，盾自己，盾自己 Q 他。你盾自己 Q 他哦，他已经要射不死你，你刚盾自己点他一下 Q 他就好了，盾自己，对啦，给我玩一下吧，不要狙啊，队友，我要魔气啊，我想要体验看看魔气的感觉。显然不需要我，显然不需要我，有这种队友好好。刚刚我不是也跟他一队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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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哎呀，特哥万岁又来了！你可以给肥哥一个尊重吗？你叫做特哥万岁，啊又挂个什么叠宝邦？那大肥哥在你心中的地位是哪？